然后也有土石流、台风等等很多，所以我自己一直都很蛮害怕天然灾害的。那天然灾害也会间接的去导致，例如说一些像是建筑物倒塌，有可能会有发生类似的状况。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样的活动，就可以学到相关的一些基本伤口的照顾，跟一些比较大伤口该怎么遇到这一类状况的话，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紧张吧。 头部创伤，然后有脑震荡，然后无法自行行走，然后意识稍微清楚，然后可以有反应的一个患者。那我今天来这边的话的感想的话，就是想要学习在灾害之中怎么做一个初步的拯救治，然后去帮助别人。 我相信每一个台湾人都不希望看到灾难发生，我们大家都反对战争，我们更不希望因为气候变迁或者是其他人为的灾难造成生命跟财产的损失，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努力就是要避免灾难的发生。那但是灾难，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它还是会找上我们。 It's about the big one. Yes.